无始等跟前面一样，西方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诸佛。那么这些诸佛如来过于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是言，也就是这些诸佛如来在他自己的国土里面，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此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指佛自己教化的这个范围。他告诉众生，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为一切众生宣讲阿弥陀经，赞叹西方世界义正庄严，劝勉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所以这个经是一切诸佛都说的，其他的经不见得诸佛都说。为什么呢？诸佛为众生说法是契机契理，如果不是这一类的根基，佛这一类的法门他就不讲。所以诸位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讲经49年，49年时间不长，所讲的东西很有限，没有讲的东西那太多太多了，为什么那边不讲呢？我们这一世间众生不契机，讲了没用处，凡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可以修学的，还有这一类的根基，所以他才说唯独这个法门是所有一切根基通通得利益的，那么换句话说，这是非讲不可的，所以不但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就是十方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众生，没有一个不熟，普遍适合法界有情，因此一切诸佛如来通通要说这个经，这个经变成在净虚空变法界是共同空，而且是必修的空，没有一尊佛不讲，没有一尊佛不赞叹。再看底下的白方，白方呢也六出五尊佛表化他，因为前面呢有智慧了，南方修慧，西方修福，有大智慧有大福德，这个时候要做一点事情，什么事呢？度化众生，佛菩萨没有别的事业，他的事业呢就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叫菩萨事业。舍利弗，不方世界有严经佛、最深音佛、南举佛、日僧佛、往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下面经文呢我们也把它省掉了，这个富慧具足之后，那就一定要效法诸佛如来，以弘法利身为自己的天职，为自己事业。所以第一尊佛呢
清楚。前面我们读过大眼见佛，此地这个眼见佛跟前面大眼见佛意思相同。前面大眼见是福慧刚刚得到，刚刚修成的，是两种智慧刚刚修成的，福德还不够。现在这个经过西方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福报也圆满了，智慧也圆满了，这是福慧圆满了。这个时候就担负起如来的事业。经上常讲如来家业要集成如来的家业，如来的家业是什么呢？是弘法利身，就是要把弘法利身这个重担担当起来，这是言间的意思。第二种呢，最深的因佛，十方世界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这六根当中啊，耳根最利。你看《楞严经》上，文殊菩萨为我们这个世界简学圆通，他老人家就很明白的，说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所以孔老夫子当年教学是以音声讲解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也是用音声讲解耳根最利，这一听呢就开悟了，就明白了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经本没有文字，完全是口述。那么这个地方就最深音符音声呢，这音声上加一个最深，就是最殊胜的。最殊胜的，说实在话，就是演说《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在一切经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个更殊胜。这个诸位要知道。在三经之中，虽然说《无量寿经》是净宗第一经，是净宗的根本经，这个话说的不为过它是把西方极乐世界圆圆满满给我们介绍出来了让我们明了，相信接受法愿修持。可是最精简的那还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上佛在此地以信愿行，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我们佛对于我们苦口婆心的教诲是在这一部经上。纵然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的状况不甚了解，听到佛这样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接受老实念了，也就决定往生
这是这个经的不可思议啊！何况这个经文虽然不多，言简意赅啊，经里面的意思是太圆满了，太丰富了啊！古来祖师大德不给我们说明，我们自己是一定看不出来的啊！所以最圣经呢，就是宣说此经，就是教我们念佛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呢，就是最圣之音。难诸佛举是障碍，是阻碍，这是表弘护正法，要勇猛精进，不怕魔障。魔障要知道一定有啊，为什么会有呢？我们生生世世造的恶业太多，跟一切众生结的冤仇太多了啊，这些冤家债主哪有不找麻烦的道理？这不能避免的，即使释迦牟尼佛在世也示现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所以学佛要记住，不是一帆风顺啊！你要是一帆风顺，那你的福报比阿弥陀佛比释迦牟尼佛还大了，那到哪里是找不到啊？你看六祖慧能大师那了不起啊，还在猎人队避难15年啊，造那个难啊，造那个罪啊，不敢出头啊，那是真正得到衣钵，真正是得道之人啊，不是普通人，真的大菩萨，明心见性的化身大师啊，你难道说他没有福慧吗？他有啊，还有灾难，还有冤家对头啊，还要躲避啊，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妖魔鬼怪到处都有啊，处处给你找麻烦，处处障碍你，你一定要认识清楚，我学佛，佛为什么不护念我，护法神为什么不保护我啊？你再去怪佛菩萨怪护法神，你就大错特错了啊！要知道障碍一定有的，要有智慧，要有定力来降服它啊，所以要能够降服魔怨啊，所有一切的障碍我们能够突破啊，就是这些冤家债主啊，这是邪外啊，不能阻止我们勇猛精进，那这就对了啊。所以要知道啊，克服一切的难关啊，菩提路才能够一帆风顺。网就是用这个渔网啊，打鱼的渔网，罗网啊，用这个来做比喻。这一切苦难的众生沦落在苦海当中啊，这菩萨要救他，用这些网都把它网起来，把它捞起来啊，是取这个意思啊。换句话说呢，这是菩萨度众生的意思啊，这是弘愿度众生的方法。那么这无量的法门就像那个罗网一样啊，网孔很多啊，无量法门呢
就像个罗网，以这个来救度一切众生，所以称之为网明佛。这个无量法门，诸位要晓得，一定到幕后啊，要倒归极乐，这个众生才叫真正得救了。如果不生净土，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十分的明了，不生净土啊，就决定轮回。这个是真正的事实。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冷静去想一想啊，就知道了。我们的见思烦恼、妄想执着的习气不能断。六道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些东西变现出来的。果然妄想习气统统断了，你才能够超越轮回。可是有一类众生，他的定功很深，得到这个甚深定功的境界，这个妄想习气不起现行了。他认为啊，这个就是大涅槃，就是成就了。殊不知他那种定叫做无想定，还在六道之中。无想定虽然有定，这妄想习气不现行，那定在哪里呢？定在一片无明盖覆住。你出不去了。换一句话，就是众生的难处，不堕落在妄想这一边呢，就堕落在无明那一边。无明是什么？你虽然有定，一片茫然，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叫无明。佛菩萨的定，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心地是一面清净，但是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万法，通达明了，它是光明的，它不是黑暗的，所以你要有很深的定功，外头境界通通明了，那就对了，那是正确的，假如有很深的定，外面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个晓得修成功了，也不过是无想定而已。将来死了以后啊，到四禅的无想天，无想天是外道天，这个学佛了，学成了外道了，那个外道是魔，所以这个不是究竟法，这一切都要清楚，要明白。各方世界也是由恒河沙数诸佛，过于其国出广昌学乡，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陈世言，如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一段呢，我们把它省略，不必再说了，跟前面是一个意思。再看底下下方，下方呢，我们在这个经里面呢，诸位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佛看这个世界跟现代科学家所观察到的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星球啊，东南西北四方，还有下方，下方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上面也有无量无边的世界，这就说明这个世界是在空中啊，
是没有说明星球嘛，实在讲这个意思就含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个下方世界举出六尊佛，代表教化普遍的推行啊，普及了，这是普度众生啊，表这个意思。请看经文，舍利弗，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大摩佛、化床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第一尊呢，狮子佛呢，是比喻佛说法，在经论当中，我们常常看到啊，将佛说法了。比喻做狮子好啊，狮子啊，就是兽中之王啊，他那个叫的声音呢很威猛啊。那我们在动物器官里面所看到的时候，诸位要留意看，狮子一叫啊，许多这个小的野兽啊，听到狮子叫啊，他的身体就发软，他就跑不掉了啊，甚至于吓得说是吓到了，他就躺下去了，说明狮子的威力。那么佛说法呢，比喻做狮子吼啊，就是一些邪门外道都被佛法降服住啊，降服住啊，所以把佛说法了比作狮子吼。那么菩萨代佛说法，这菩萨称法王子啊，法王子代佛说法，与佛说法无二无别，那么也可以称之为狮子吼。那么我们能看到法王子啊，那么这个都是表这个意思的啊。第二尊明文佛，这是讲名称普文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佛菩萨的知名度啊。像在中国，观世音菩萨了，这是名闻第一了啊，所以家家观世音呢，啊，户户弥陀佛啊，确实，观音弥陀在民间里面无所不知啊，许多人还不晓得释迦牟尼佛啊。但是没有不知道阿弥陀佛的，说阿弥陀佛大家都知道，说释迦牟尼佛的还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可见的这个佛菩萨这是知名度最高的。那么知名度高代表他是人天大师啊，有能力，有智慧，有方法教化一切众生。那么像在中国啊，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啊、文殊普贤，乃至于佛门呢各宗派的祖师大德们
那么这是都是拜佛教化众生的。第四尊大摩佛，这当中还有一个第三尊明光佛，光表智慧，名称普文必须有大智慧应机说法，那么发音才能够语文，能令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那这个是见明文之后有明光，那就是实至名归了。不至于是个虚名啊，不是沽名钓誉，而是实至名归。那么大摩佛呢，这个意思就非常的重要了，它是表四乘啊，这个大法四乘从佛那里来，四乘是佛，从佛这边来的，特别是指净土宗啊，各位要晓得，净土宗是直接是阿弥陀佛传下来的啊，阿弥陀佛等于说传给一切诸佛，这一切诸佛呢是直接传给我们的。这是比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来的尊重啊。那么在中国净宗祖师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出这个现象，各宗的祖师都是一代一代承传的啊，这个老师传给底下徒弟，徒弟再传徒孙，这样一代一代承传的，有这个关系。唯独净土宗没有啊，净土宗这个历代祖师怎么产生的？是这一位大德啊，那么当然都是出家的啊，出家大德一生当中啊，专修专弘，底下一代的人推崇他，尊称他，哎，某人呢是净土宗这一代的祖师，净土宗祖师是这么来的，不是一个老师传一个老师，不是的，换句话说，他的师承子佛。啊，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不一样，啊，是不同的，啊，那么净宗从这个慧远大师，啊，最初提倡专修专弘以来呀，到民国年间，啊，在历史上被大家公认的。专修专弘的十三个人，啊，这个幕后是印光大师，这是近代人尊称他为第十三代祖，啊，所以他不是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接着的，啊，因此这个净土宗的祖师
尊称为大师。啊，诸位要晓得，这个大师是对佛的尊称。这个大士是对菩萨的尊称，那么这是佛学的常识，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称呼人、赞叹人呢，不能太过分啊，过分呢就等于骂人了啊，名实不相符了啊，所以唯有啊，历代祖师们唯有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为大师啊，什么原因？大师是佛，佛有能力叫一切众生成佛。菩萨都没有能力叫一切众生成佛，佛有能力叫一切众生成佛啊，所以佛是大师啊。佛叫一切众生成佛用什么方法？信愿之力。净土宗这些大师思成自佛，教导一切众生呢，也用信愿持名教他了，往生不退成佛。所以这个教法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的教法没有两样，因同果也同，所以称他为大师。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啊，所以菩萨称大师没有称大师的啊，我没有听说观音大师啊、普贤大师没有听过，听到大师啊，观音大师、文殊大师、普贤大师、地藏大师称大师，菩萨的敬称。所以今天呢，甚至有一些这个出家人啊，这出家在家同修呢，对出家人很尊敬啊，都称呢某某大师，这实在是错误的啊。这个我们学佛知道这些常识啊，不应该称大师啊，称大师那就很尊敬了。啊，菩萨里面，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啊，称大师、称开示，正是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称菩萨为正师啊，都是指的等觉菩萨啊。那么这些呢，是尊称。无论在家出家都可以，这是尊敬到极处的啊。但是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一点，这个要知道啊。这个法里面最重要的是四依法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我们学佛依靠谁呢？如果我们依靠的人与方法错误了，我们这一生呢就谈不上成就。这是佛灭度之后我们面临最严重的一个大问题。佛很清楚，虽然入灭离开我们，佛的心没有离开我们，
佛的命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个妥善的指示，那叫四依法。如果后来的人遵守佛的四依法，就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这个四依法里面呢，第一个叫我们依法不依人，这一条很重要啊。特别是善导大师在《观经注解》里面，你看讲得多清楚、多明白。人指什么人呢？眼前出家的这些法师是人，比出家法师修行功夫更高一等的我们看辟支佛，比罗汉辟支佛更高的是菩萨，菩萨里面更高的是化身大士舍利菩萨，乃至于等觉菩萨都是人。善导大师说，这些菩萨大德以下这些善知识，如果他所讲的跟佛在经上讲的不相应呢，我们都不可以依从啊，就是等觉菩萨所讲的跟佛说的不相应，我们也不能依。不但到此地，尤其更甚的十方诸佛来了，来教导你说释迦牟尼佛、大弥陀佛讲的这个净土啊，是权巧方便，不是真实的，也不能依。为什么呢？佛说道统，他如果是真佛，一定劝你信愿持名去生净土，那是真佛。如果跟这个相反的，必定是假的佛，妖魔鬼怪变现的，不是真佛啊。为什么呢？佛佛道统啊，佛跟佛讲的话一定是一样的，不会是两样的。善导大师教我们了，说明要怎样依法不依人。这个第二呢，叫依义不依语。言语长说短说情说深说不要紧，不必去执着，意思不错就行了啊，意思对了就可以了啊，这一意不一语啊。第三个叫一了意不一不了意，这句话重要啊。前面这个意不一语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到中国来的，原本虽然是一个，翻经的人有很多啊，甚至于一部经有很多种的译本啊，像我们净宗无量寿经就有12种译本
可惜呢，这个当中啊，失传了七种，现在剩下来的还有五种，五种呢翻的不一样，语不一样，意思一样，这就行了，叫我们一意不一语，这样就不至于起争论，意思对了就可以。那么像阿弥陀经也有两种译本，罗什大师的一本，玄元壮大师的一本，里面文字不一样，意思一样就可以了，这就是不必要争论。以罗什大师这个本子修行决定往生，以玄元壮大师这个本子去修行也决定往生。如果一定要执着这个本子好那个本子不好，恐怕就都不能往生了，那就错了，所以不要在这上去执着，不要在这个地方去争论，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始。一切经要做一个比较，什么是了义？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的是了义，佛经里面有一些教人的求人天福报的说法，那个不能出三经。佛为什么说这些经典呢？有一些众生他的志向很烈，根本就没有意思出三经，他就是这个人生不错很好，来生还要做个富贵人，他就很满足了，那么佛对这样的人呢也不能辜负他，你要求人天福报，我就教你求人天福报的方法，那么这个是不了义，心思远大的人晓得人间天上啊都是搞六道轮回，这个很苦实在是。这个西洋的这些戏剧我看得少，中国的戏剧小说我年轻的时候看得很多，可以说中国的古来的现代人写的我不知道，古来人写的历史小说里面都含着有很深教育的意义，对社会都有正面的影响，你仔细去看呢都是讲的因果报应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这个都有很深教育的作用所以中国这个虽然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教育并不普及，为什么老百姓这样的善良都是这些戏剧小说这些民间艺术在教导他们负责很大的这个教育工作，你多看看多想想，苦固然是苦，乐还是苦，他不能永远保持
不说其他的了，就说历代帝王之家，这是富贵到极处啊，富如四海，贵为天子啊。我们读历史，哪一个朝代的帝王不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呢？有人造反，有人割他的命，那个日子不好过啊！啊，怕别人篡夺他的位置啊！你想想看，他那个生活精神压力有多那么大？如何能保全自己的位置，如何能把这个地位传给子孙，这个日子不好过啊！啊，何况其人呢？所以这个世间六道里头没有真正的路。佛给我们讲，三界无碍，犹如火车，那是真的事实。要看清楚，这个看清楚、看明白，这就叫看破。真看破了，你就没有留恋，不值得留恋。你才会想到要超越三界啊！超越三界，那么佛就教给你声闻缘觉菩萨这些法门，这都是超越三界啊！看你的志愿啊，志愿保守的修下乘，心胸开放的，佛就叫你学大乘，总是满你的愿。但是讲到究竟圆满，证到像佛自己所证得那样圆满的境界，那才叫究竟，才叫究竟了义啊！究竟了义，在无量无边法门里面只有一个，就是阿弥陀经啊，就是信念持名，这个法子叫究竟了义。十法界当中，是叫你在一生当中圆满证得佛果啊，其他所有一切法门，纵然是了义，是比较的了义，不是究竟的了义啊。要是跟这个法门来一比，他那个就是不了义。这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的，我们才会死心塌地的修学这个法门啊！如果对这个法门不能死心塌地修学，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那么第四是一智不一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啊，识是情识啊。这一条是什么？叫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选择法门啊？声闻跟六道里面比，什么是了义？六道不了义。声闻跟缘觉比，缘觉是了义，声闻不了义。
圆觉跟菩萨比，菩萨是了义，圆觉是不了义。菩萨跟佛比呢，佛是了义，菩萨不了义。啊，我们一定要用理智去选择，选择究竟了义的法门。啊，这个《弥陀经》是究竟了义。啊，了义当中的了义呀，大乘当中的大乘。啊，那么这是说这个思成自佛了。啊，我们今天是借受如来教导究竟了义的法门。啊，跟其他的这个不了义的经呢，完全不相同。啊，那么换一句话，一切不了义的法门，我们不能够碍于情时，一定要把它彻底放下。啊，不受人的影响。啊，这个人名气再大，我们也不受他影响。啊，那就是自己要有理智。啊，会受人的影响的感情。啊，不知不觉的是吧，落在情识里面受人家影响。所以我常常训练同学们，我们皈依不是皈依某个法师，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啊，人家问你，你跟什么人学佛？我跟阿弥陀佛学佛，这是对的，确确实实。我们一弥陀经，一净土三经五经，我们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学生了。啊，做佛的好学生、好弟子，啊，无量寿经上讲的，如来第一弟子啊。这个确实是要有理智的，啊，一知不一识。这个特别是《弥陀经》跟这个《大势至圆通章》里面所说的，啊，《五经》里面这个的两种经讲的。真正讲到专到基础了，纯到基础了，一部经甚至就一句名号，其他的统统放下了，人心定了。所以同学来跟我说心不定。嗯，为什么心不定？想东想西啊，这个我想学，那个我想听，你的心怎么会定得下来吗？你当然定不下来啊。啊，定不下来还要搞六道轮回，这个不能怪别人啊，啊，怪自己放不下了，难的太多了啊。所以真正想成就呢，一切放下一法不一人，法里面教我们一切放下。那个人叫你，哎呀，那个经也很好啊，那个也很重要啊，你要看这个看那个，那是人说的，一法不一人。啊，大势至菩萨，你看下面一句老居士赞叹的，
净宗初祖啊，法界初祖啊，他老人家教给我们的就是一句佛号，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不假，不需要任何的方法来帮助，就是这一句佛号就成功啊。怎么个念法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成功了啊。净念净是决定不许可掺杂啊，还掺杂别的干什么？没有必要了啊。学论语、学法华、学华严都没有必要啊，说实实在在话了，都叫障碍啊。你说障碍什么？障碍你的清净心，你清净心定不下来，就是被这种障碍了。很久了啊，通通学习，通通放下。学祖师大德，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啊？为什么让给别人？他放不下嘛，放不下都给你啊！我放下，不要了，通通不要。这个不要的人呢，心定了。想多要的人呢，心是永远定不下来。念佛三昧，他没有分啊！啊，彻底放下的人呢，念佛三昧成就了。这个是智慧的抉择啊，一智不一，不一时啊。我们能遵守佛这个教诲，等于我们跟在佛的身边一样，没有离开佛啊。何况这个净土三经呢，是一切诸佛真实教诲，究竟了义啊，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了。隋唐时代古大德做的比较，说明了这个事实啊！他们比较释迦牟尼佛这一代所说的经，四十九年所讲的经啊，做一个通体的比较，大家都认为华严第一啊，所以华严称之为根本法门，称为经中之王。华严跟无量寿经一比呢，无量寿经第一，这是第一的第一。为什么？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才达到登峰造极，达到究竟圆满。那么无量寿经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啊，最精彩的本子。无量寿经是弥陀经详细的说明啊，这两个本子是同一个本子，所以古人称为大本小本，同一部经啊。华严最后归到净土啊，净土是华严的归宿啊，是华严的总结，所以它才是真正的第一了。古人比较到这个地方，
在讲经的时候，我说我们不妨啊继续再往前面来追究啊，《无量寿经》夏娃居士汇集的这个分为48品啊，这48品里面哪一品第一？我想大家都能公认的，48愿是第一啊，第6品是第一啊，全经里面的第一。那48愿里面有48条啊，哪一条是第一呢？这个我们不要去费心了。古人说过，48愿是第18愿第一啊。第18愿讲的什么呢？十念必生，就说明了持名念佛第一。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认识，真正明白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不可思议。这样一个比较，一个推究得到的一个结论，原来名号啊功德是这样的啊，一句名号包括一切经一切法门，没有一个漏掉的啊。所以说你一声阿弥陀佛了，就把所有一切诸佛通通都念到了，一尊佛都不漏掉了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是华严经上说的啊，到现在我们才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了。那么一是什么呢？一就是阿弥陀佛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诸佛，念这一本弥陀经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无边的经论，一部弥陀经就是啊。这个搞清楚搞明，那其他的还不放下吗？那自然就放下了嘛。啊，原来啊，放下的是渣子，我要的是精华了。啊，这是一切法门的精华了，就在这里啊。啊，所以一定要有理智。要有智慧，你才会选择这个究竟有益的地方。这个法门选定了以后，底下持法佛啊，这底下有法床佛。法床是表为众生给众生做一个示范，见法床立宗旨，我们自己走这条路，也希望一切众生能够认识这条路，明了这条路，发愿呢，我们一同走这条路。把这个经典法门普遍地宣扬推广，利益一切众生，这叫机缘利益法创啊。
不出你，印光法师在苏州啊灵隐山做了一个榜样，啊，当时是中国净宗唯一的一个道场，啊，这个道场呢是确确实实的叫十方净宗道场。它里面没有派系，没有分别，任何人他都接纳，只要你发心专修净宗，他都欢迎。啊，这个道场不收徒弟，啊，收徒弟将来就有派系纠纷。所以任何出家人到了里面修行，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且在这个里面不可以收徒弟。不做法会，不传戒，啊，这个传戒也会牵连派系，啊，甚至不讲经，专门念佛，一年360天，每一天都是大夫妻的样子，所以叫常年夫妻道场。进到他这个道场里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了。